我是照顾服务员，用专业守护需要照顾者的笑容，不止全力以赴，更要无微不至，是我对这份职业的骄傲。运用专业的知识及适当的辅助工具，为需要我们的人服务，用心做好每个照顾环节，是我坚持的信念。每一个笑容都是我们在服务中得到最好的回馈。长照2.0，我们照顾您。